诸位居士大德，祝愿大家吉祥如意，阖家平安，阿弥陀佛。我们进入的第四章三乘共法的领域，既然是出世间法，所以很多的理论空间就会比较多，跟我们在第三章之前比较活泼而且是普罗大众的经验法则，相对的在这个章节里面也许显得有点枯燥乏味。倘若你过去生不曾发出离心的，甚至有一点不相应刑法，不过没有关系，如果过去我们不曾种下出世解脱的种子，现在也可以闻熏习。我经常说谛听，谛听三思念智，重点是你没有耐着性子来听经闻法。闻熏习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借着闻所成慧，慢慢的我们开启的思所成慧，懂得检择、判断、抉择。而当我们心中慢慢的建构了正确的见解，重点就是要落实在修所成慧。那么在这一个第四章三乘共法，就是见证声闻乘成就大阿罗汉的修所成慧。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声闻乘他们的修行与历练来看待解脱生死，虽非一朝一夕，但也不是不能达成目标。因此我们可以是说踏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紧接着我们继续来进入这样的意境当中。解脱道远离苦乐之二边，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在佛的声闻弟子中已有种种的根性，先说在家与出家的二类。世尊的时代，印度社会的风尚走上极端的路子，有的是乐行者，就是纵欲的享乐主义者，这是大多数。大家在物欲的追求中争取享受，为无穷的欲望所奴役。最极端的有庸俗的顺势外道，还有性欲崇拜的骗入外道，与男女交合为大乐，看作解脱生死的妙法。相反的是苦行者，那就是禁欲的克己主义者。则如各沙门团，当时的出家外道最极端的是耆那教徒，他们过着极端的苦恨，有的不穿衣服，有的冷天卧在冰上，暑天晒在太阳下，或者睡在荆棘上，吃的有的不吃熟食，专吃野菜水果，有的喝水，有的服气，强贼自己的身心，被看作神圣的修行。世尊初转法轮，首先揭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认为极端的乐行与苦行都不能使自己的身心正常，不能引导到解脱的境地。所以佛的真解脱道是远离那苦行与乐行二边，而保持那中道的以智化情的生活，克制自己
而不可强贼自己，所以用维持生存的必须的享受，而不可放纵。唯有这样才能够引上解脱的正道。好，这个部分是印顺导师在解释当时佛陀注释印度有不同对修行的见地，那就还原印度当时的时空背景，也就是当时佛陀注释的时代，有两派人的见解不同，一个就是享乐主义的，追求物欲、情欲，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做法，而印度目前的印度教，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依然奉行这样的主义。第二个就是苦行，有些人认为唯有透过种种的苦行消除过去的宿业，于是乎就兴起了有些人不穿衣服，寒天泡在冰水，酷暑的时候晒在太阳下，也有些人不吃熟食，看到牛吃草升天，认为我们也应该要吃草吃植物，有的人只喝水不吃其他，有的人服气，就是相当于我们道家的炼丹吸收这个日月精华。那么由于这些苦行者难行苦行啊，跟热行主义者来讲是截然不同的作风，当然也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崇拜尊敬。那么这一派目前在印度教也还是保留，那唯有佛教世尊在当时开悟之后，以不苦不乐的中道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分的极端，不管你赞成苦恨或者赞成乐恨，只要有偏执有逾越超过了，这都不是佛法的究竟义，也就是修道我们最起码要维持生命的机能，生活的定用。所以出家人三衣一钵，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为什么顺治皇帝的赞生诗里面百年360日不及身家半日闲，这个闲字说得很微妙，不是
盈盈美袋子，不做事，有半天的放香，而是透过物质的淡泊、宁静与自远，像佛陀带领着僧众每天的次第托钵教化，没有过分的物质享受，利和同均，所有托钵回来的僧众就由专人来护持打点均分。这个就是我们强调的无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换另外一个角度，世俗人一味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多多益善，在现今的环境购物买东西，借着网络的普及，一些新兴行业、大数运算工具、黑猫宅急便等等，甚至一些加入的机车，给一点东西，给一点钱，你要吃什么，马上热腾腾半个小时送到你的面前。我们太过着重于舒适、方便、快捷，那这不是修行的本意啊。所以在佛陀的教法八正道，就是透过三无漏学引领认识我们对这个世间如何用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可见于对于苦恨跟乐恨都是偏颇，都是不正确的。那今天我们借着世尊的教诲，还原声闻他为什么可以得证阿罗汉果，都是依凭着真理，就是佛陀把他证悟的过程毫不保留藏私的来教导他的学生。佛以中道行为正悟，而当时的根基是有偏苦偏乐倾向的，是因这不同的根性而引导他，所以声闻弟子就有在家与出家二类。在家与出家主要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当时佛为大众说法，有的听的法或者悟的真理，就是愿皈依三宝做佛的在家弟子，有的听的法或者悟的真理，就是愿随佛出家做佛的出家弟子。在信仰修行正悟上，在家与出家是没有差别的。那为什么有的自愿在家，有的自愿出家呢？这就是由于性情及生活好上的不同。所以佛为了随顺摄受乐行者，有在家弟子，他们照样的夫妻儿女还是从政从军，农工商贾，过着在家的生活，如频婆沙罗王、茉莉夫人、须达多长者、直多长者、离斯达多大将等，虽过着在家生活，却修学佛的正法、正法行，如三规、五戒、
定会等。只要有出离心，虽过着丰裕的生活，但不爱修行，一样的了脱生死。一方面为了随顺摄受苦行者的根性，有出家弟子多数是从出家外道处转化而来的，如五比丘、摩诃迦叶、三迦叶、舍利弗、目犍连等，他们惯习于出家，过着严肃的生活，少欲知足，不蓄钱财，不尽淫欲，这才自愿做出家的沙门。沙门是梵语勤习的意思。从各类出家者的统称，但这是大概的分类。如动机不纯或被动出家者，具有热行根性的，如佛回到故乡，释迦族中的年轻子弟大批来出家，如阿难等，精神上就与大迦叶等不同。同样的，在家弟子中也有过着严肃生活的。总之，顺热行的在家也好，顺苦行的出家也好，只要有出离心，过着不过欲重、不过分重欲、不过分苦行的中道生活，都是佛的声闻弟子，依法修行，都有证得声闻道果、解脱生死的可能。在刚刚我们的导读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也就是三宝弟子当中，为什么有分为出家、在家？那么基本上，以应顺导师的观察，还原时空背景，大部分的热行者就是在家居士，因为他们经过了佛陀的教化，也因为有了家庭婚姻关系，依然过着士农工商的生活，依然生儿育女，维系社会安定的力量。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受持三规五戒、八关斋戒，乃至是三无漏学等等，只是从根器支持的角度来解读。另外一派就比较偏向于苦性，也就是说，佛陀证悟之后，成就无上正等神觉，当时就有96种外道，是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么这些外道，因为受到佛陀的教化，本身那种苦恨的色彩跟行为模式已经固定了，所以纷纷的重新拜师学艺，皈依佛陀的座下，成为沙门。那么沙门就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意思。那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呢，这里有提到五比丘、摩诃迦叶、三迦叶、舍利弗等。也就是说，这些人物基本上在当时都算是赫赫有名，也走苦恨修行的路线。当然，1250人去，并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这么大的规模跟数量。在佛陀说法49年当中，诚如前面所解析的，如果适合热行者，就成为虔诚的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的
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在这个僧团里面相应，能够在六合僧团安住，那么经常在经典里面就说善来比丘虚化赤裸，不是说佛陀讲了赞叹之后他的眉毛头发就自己掉下来，是说自己要把这些剃头在南传连眉毛有些是没有蓄的，就是没有留，主要用意是破除我相。所以我们看虚华赤裸，不是佛陀讲的时候他们就纷纷的坠落。那么随着这个僧团的壮大，后来佛陀又回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净饭王已经成为正信的三宝弟子，但是在这个皇亲国戚里面，因为净饭王认为佛陀的僧团要么年事已高，穿着衣衫褴褛，看起来整个僧团没有朝气蓬勃，没有年轻化，所以后来像前面提到的南陀、阿难陀、提婆达多等等这些堂兄弟、表兄弟、皇亲国戚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年轻的一代也跟随出家。那么因为原生家庭教育背景以及个人的根器，所以就跟前面刚刚我们提到的五比丘、摩诃迦叶、大迦叶、舍利弗、目犍连，他们的属性就有一些区别。比方说阿难、褴褛，我们前面也介绍的褴褛还没出家之前，他有一个结发夫妻叫做孙陀利，出家不久对于情欲这个烦恼呢还没有根除，那佛陀就带用运用神通带领他到天上看这些天女，结果这个褴褛看了天女之后，对于自己的结发夫妻居然批评做虾米猴。当然这个是佛陀的方便善巧来度化褴褛的。那么总而言之，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或者有好的家庭背景者，他们就比较属于热心的这一派。那我们可以看迦叶是一个苦行僧，在他托钵教化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起贫不起富，原因是他们看到这些贫穷人孤苦无依，三餐不济，那么迦叶尊者就认为这是过去他们没有种植福田，千贪不舍所致，所以为了让他们改变来世因，因此以迦叶尊者的性格，他就是起贫不起富，因为富有的已经很富有了，无需这个锦上添花，而应该雪中送炭。所以迦叶尊者
在佛典故事里面呢，就画了这个迦叶尊者呢，有一次在外面托钵，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婆，很艰辛的生活。迦叶尊者就上前跟老婆婆化缘，老婆婆当然对于修行人理当尊重理性供养，奈何自己啊身上也没有多余的，而手上这一个饭还是自己乞讨来的，凑酸的。而迦叶尊者就跟这个老婆婆开口：“你可以把你的米粒供养给我吗？我不嫌弃，我用平等心接受信众的供养。”阿难，这个老婆婆面带难色，因为这是不清洁的食物，带了一点酸味。迦叶尊者在老婆婆犹豫之前，就跟她说：“请你把贫穷布施给我好了。”这个老婆婆点头之后，迦叶尊者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把他这些有点微酸的食物放在自己的钵，就带回去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起贫不起富的案例。另外有一派出家的僧侣是起富而不起贫的，原因是认为对富有的人家，小小的布施对他们而言是九牛一毛，但是对贫穷的人来讲，生活已经陷入困顿了。华人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怎么还有余额可以供养僧众？”当然，起富不起贫的人，并不是自己追求信徒的优渥供养，只是认为富有的人过去他有布施供养，广慈福田，所以这辈子应该要保留这样好的文化，来世才能够有更好的果报。然而佛陀对这两者，一个起贫不起富，一个起富不起贫，都破斥他们这没有平等心，应该次第行起，没有分别。刚刚我们在介绍阿难尊者、难陀这些公子哥们，在精神的领域方面就比较朝向热心者。当然从今看古，回溯到现在21世纪间的人间佛教，有一些在家更像出家，有一些出家也类似在家，意思是说这是性格的问题，就是对佛法
如何顶戴奉行，每个人依照着自己的起点去展现。虽然如前面所讲的，大部分的在家倾向于乐行，但是近代像南怀瑾老师、李炳南老师，有许许多多的在家大善之士，甚至于在经典提到的维摩诘居士，虽处居家，不落三界，虽是妻儿，常修犯恨。意思是说，虽然他视现在家的身份，但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虽然有儿女，有妻子，但是紧锁分际，奉行五戒、十善法界、八关斋戒，那甚至于有些也在出家的戒法，比方说过午不食，他们很认真的在奉行。那么反过来看，现代的僧侣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有一些福报，也因为台湾许多的高僧大德应运而生，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新一代的僧伽里面，他们已经不再像上一代的人物质条件堪忧，甚至于连个立足之地的道场都没有。在烽火连天、政治动荡不安的时代，逃亡、化丹、行脚，而台湾近年来的佛教道场寺院到处林立，当然正信弘法者的大有人在，但是也有一些的青年朋友应该在这一个三乘共法当中来体察出家的本意，解脱生死的重要，要不然唯恐袈裟之下失去人生。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共勉的。那么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总结前面所言，不管乐行或者苦行的性格色彩，只要不过分、不逾越，能够在佛陀的教导当中达到犯恨已立、此生已尽、所作皆办、自知不受后有，也就是能够得证大阿罗汉果、解脱生死，这个才是修行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此或乐独住，或乐人间住。在这出家人中也有不同的根性，表现不同的风格，或者是爱乐独住的，名为无事比丘、阿兰若比丘，他们住在山林旷野总监住，
树下宿，或者是简单的草庵，吃的穿的都非常清苦，不愿与大众共住，免得人事烦心，甚至不愿起话，不愿意说法。这类独住比丘都是自利心重，执意休息参观的。此外，或者是爱乐人间住的，名为人间比丘，这是大众和合共住，不离僧团，大多住在近郊，经常游行人间，虽然在人间教化，虽还是一样的精勤修行，但过着集体生活，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人间比丘的功德。如世尊常与弟子共住，游行各国，教化众生，是人间比丘的榜样。我也曾独处三月，修习安那班那，便是独住的榜样。以佛法的真意义来说，独住是要内心离烦恼而住，或者怎样怎么安静的环境，也还是妄想散乱。反之，如心地安静解脱，独住也得，大众住而人间教化也得。但在学者的根性偏好中，显出二大类不同，这也近于独觉与声闻的不同风格。那么，从印顺导师接下来的介绍，那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佛教界在僧侣的身上看到不同的风格。而这个风格其实在原始佛教就有的，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圆觉根性的迦叶尊者，记得拈花微笑的公案吗？佛陀在这个课堂当中没有说法，只是随手拿起一朵花拈来拈去，坐下的学生弟子都不解其意，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让世尊十分的赞许。意思就是说，禅他穿越了语言文字，在于以心应心。当时迦叶尊者的表现，佛陀曾经让伴坐，那么迦叶尊者客气，不敢跟佛陀同坐。佛陀曾以迦叶尊者年事已高，应当搬回僧团来共住，迦叶尊者依然坚持，因为他是具有苦恨色彩的人。诚如刚刚我们经典章所讲的，这一些苦行僧，他们在这个山林旷野间，或者树下住，或者在冢间，就是在坟墓旁边，借着坟冢修白骨观，对于苦空无常无我是最好的练习。而且这个苦恨的文化一旦养成，他们也不觉得苦。就好比我们吃苦瓜，对于能够接受苦瓜的，他不会觉得这苦瓜不好吃。这是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有的现象。那么回到我们现今的时空，台湾的僧侣有多少，或许很难用一个数字，因为
有进有出，有作画缘起的，有刚出家示现的。不过在台湾的僧侣当中，诚如应顺导师的介绍，有些人急于解脱，远离困扰，独群所居，不喜欢跟别人共住，所以有些人住茅棚搭草庵。在中国大陆其实也有这些的现象。台湾的版图虽然小，但也有个人独住的，喜欢清修，不喜欢跟社会过多的往来，甚至不喜欢托钵教化说法，就一心呢、在这个禅观里面，所谓的无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这个叫做阿兰若比丘，无事比丘。另外有一派，就是所谓的人间比丘，基本上他们大部分是住在郊外。那么随着台湾的山头林立，有些甚至于在大都会建道场，弘扬正法，教化群盟。那么由于他们经常的出来讲演法会、慈善，或者以著作等身来弘扬正法，佛教大部分是透过他们的努力才能够蓬勃发展。台湾有人说他是蓬莱仙岛、福尔摩沙，但是有更多的人认为是因为这里宗教林立，许多的人现身僧团，借着他们的长才到处的弘法利生。总而言之，由于人间佛教的公身实践，三宝得以住世，正法得以长存。那么我们来看佛陀住世的时代，大部分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每天率领的一部分的徒众到宫里面应供说法，到市集对老百姓宣扬真理，所以当时的印度学有风气很鼎盛，当然也遭致了一些外道的攻击，他们想尽办法来诋毁，想尽办法要来破坏，往往都是邪不胜正。除了佛陀的智慧辩才之外，也还有舍利佛、目犍连两大人间比丘来辅助、来教化、降伏。所以可见于这个人间佛教的鼻祖
应该就是释迦牟尼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假如每个人都只是求自利，走向山林，强调禅观，注重生死，那么21世纪的人间佛教就不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来看印顺导师认为新的觉察宁静淡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只有选一个幽静的环境，没有人打扰。倘若自己妄想纷飞，烦恼不除，那么就算你住在山林，还是没有收获，因为你不能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在印老的观念里面，他强调反之如心地安静解脱，独住也得，大众住而在人间游化也得。那么在学者的根性偏好当中显出二类不同，也是基于独觉与声闻的不同风格。意思就是说，就像于迦摄的性格跟舍利弗目犍连是不一样的。当然后来迦摄尊者在佛陀入灭的时候，看到佛教未来可能走向分歧衰败，所以也担任这个召集人，主持了500阿罗汉七叶窟的结集，对这个佛教还是有贡献的，我们也应该补上一笔。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进度，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